需要跑到大老远去吃啦。而且他们的鸡蛋也非常大份加便宜。然后小编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带你们来吃，到底好不好吃？走。它的烧二拼盘是采用新鲜美味的多种海鲜食材，再加上他们自己特调的酱料，味道非常的赞哦。邪恶巨无霸手抓海鲜拼盘，一盘只需35令吉而已，真的是超值得的啦。它的海鲜吃下去口感鲜嫩，真是让小编一口接一口，完全停不下来。59而已，你还不要赶快来吃。咬起来又脆，然后外酥内嫩，非常好吃。嘿嘿，猜猜看他们现在正在炒着什么？马来式的炒粿条更像中式的炒丁肉或是炒爪板，粿条裹上满满的芡汁，还有螃蟹的鲜味，值得一试。他们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螃蟹炒粿条，当然还有第二种选择，就是他们的大头虾哦。吃完他们美味的食物之后，你还可以点这份奶鸡缸哦，在刨冰上加上新鲜芒果及冰淇淋，啪啦 ，Mango 冰酥大功告成啦！喜欢芒果的你一定不要错过他们的芒果冰哦。My Samba， My Samba Man。好了，小编今天已经帮你们试吃全部的食物了，它的食物非常的好吃，价格也非常的合理，你们一定要来吃。